哎有啊，大家好了。哦。可是他真的饿了，老师很喜欢那只狗，叫他吃豆浆。给他喝豆浆啊。他什么都可以喝，只是巧克力不行。巧克力会吃啊。对，巧克力会吃了会死掉。Oh, it's chocolate. Chocolate. 哎，我走了。好累，是又可爱。哎呦，他头。I need another ticks. They left in his ear. That means you're gonna get ticks. 哎，孙章宇，快过来。孙章宇老师在拍。狗狗走在这边。狗狗会走路吗？会。老师拿豆浆给他喝嘞。没有牛奶，一直黏我。豆浆应该可以。豆浆，可是要把身上的不可以乱跑。不可以乱跑，过来。给他一点豆浆喝。这边，狗狗。这边。哦。他喜欢。不能养它这边，如果你们有谁可以喂，问你爸爸妈妈，你们可以把它带回家。我们不可以。我不能，不能养在这边，因为我想林叔叔没有办法再照顾一个狗狗。我妈会照顾。上次他们有抱一只来，然后林炳雄老师也给我们养了。对啊，都养在这里啊。